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飘飘。时间过得好快哦。那明天呢，就是小年夜了哈。哎，我跟芋头现在呢，在中立哈，搜狗这边啊，坐一下。那我呢，在这边要等雅琴姐啊，她等一下会过来载我们啦。那本身呢，我是有跟她约好要去其他地方逛一逛哈。那，我老公今天出差，芋头没有人带。我就把芋头一起带着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换地方。我就跟他说，我们不然我们等一下去 IKEA 好了。芋头在里面可以玩一玩，吃一吃。因为今天天也不好了，外面风好大哦，带着小孩子在外面逛啊逛啊，我怕他逛一会儿，又要感冒，到时候又觉得无聊了。我觉得 IKEA 里面比较适合他。等一下雅琴姐就到了。芋头在这边，刚刚在上面玩，得到好多钻石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芋头，你的钻石嘞在哪里？芋头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芋头，下去了。钻石啊，好，哇，超级多，对不对？台湾现在好像蛮夯酸菜鱼的，这家又要新开了。走，快走，等一下阿姨过来了。在哪边啊？没有啦， 我找一下。啊！我们已经坐上雅琴姐的车啦，哈哈，又跟雅琴姐见面了，在过年前。嗯、这边进去吗？我们到了，对对对，这边对。好，到了 ，IKEA 到了哈。我们现在已经到宜家了，姐姐在后面。雅琴姐在这边，雅琴姐这边，好久没有跟雅琴姐见面了。对啊，趁着过年前哦聚一下，出来逛逛。对啊，出来走走。对，好了，好了，我们看有什么想吃的啊。天哪，尝尝鲜，对的，什么鸡胸沙拉。这个超大，你要吃啊？这个是一整只鸡吧？半只哦，你要吗？太大了。吃什么？哎，芋头说要吃薯条。哦，薯条，薯条。好，谢谢。好。薯条有啊。我看我们要吃什么？青菜有。青菜有吗？啊，这个好吧。这个没有做单点哦，这是配菜。配菜哦。好，这是配菜。哎，我们还那个拿那个丸子，我看他们都拿那个丸子，好像那个蛮好吃。那个丸子，姐姐那个拿去吧，好吧。丸子小心放下面好了，对，这个好吃，这个芋头也可以吃，对，哇塞，你薯条超多的耶，哇，好棒，好，小心小心，好。没地方放了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是在这边吧。好，还有放，啊，可以，还有放这个吗？拿三明治。对对，我们拿鸡翅，这好像自己拿。茶碗蒸。这个是鱼，要是你可以拿一个好吗？这是肉嘞，这个另外一个肉是吧？啊，你要这个是吧？给他拿。这是什么？这鱼。放不下了，我再要不要再拿个盘子？好。啊。拿个小一点的盘子。啊，这个拿在手上啊，好，好开心啊，芋头。这个好啊，这个好，拿着，你看你要哪个味道的？走。我们丰盛的菜都上桌啦。芋头，这有放什么菜？芋头吃得津津有味。是吧？我有连你的哈。今天是哪样的东西？对啊。现在要王建吗？过了，都已经赶快开吃过了。宝宝，你来吃炒碗蒸。他有个松饼，要不要吃？他说一直还不是盘面上。没有啦，
东西拿过去不好做的，所以人走掉了。是啊，要过去吗？走掉了。哦，要走过去。不然我先过去，我把东西先放过去。我一样样的，你们先吃，我完了。一会儿跟阿姨先吃。大概这样。我们换到沙发这边来了，芋头一定要到沙发这边来，要坐沙发。好，坐。换到沙发这边来，芋头就好开心哟。看看我们三个人吃得津津有味哦。今天在这边先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吉祥，恭喜发财。上次说雅琴姐不是受伤吗？她说差不多都恢复了，都好了，牙齿也弄好了，牙齿也弄好了，恭喜我。刚好放的，蛮好的。大家都气泡，气泡也蛮好的。你不要看见花好花落，这个是颜色吧？好了，我们吃完了。好了，好，分分手。看到吗？在这边很兴奋的。又有沙发可以躺。从美国买房子的话，客厅也很大，要买个地毯，大地毯哈、对啊，以前我们家也有个地毯，我老公说不好清理，把它丢掉了。小乖乖，小龙，哎呀，贵啊，贵，蛮贵的，台中也蛮贵。哦，那个看地段了。走啊走啊，哎，那边有啊，那边。和乐欢聚窝。看看有什么可以买的，有什么新年的东西吗？哎呀，13900啊，是这个沙发呀，它这个沙发呀，13900呀。小龙龙，好可爱的小龙龙抱枕呢。7999。你喜欢吗？11300。这个红色，如果很结实的话，你可以热松松的。300多。3400。芋头在那边，到处躺，到处睡。好可爱哦！用我 iPad 拍。用你的什么？用你的 iPad 啊？妈妈手机拍的比较清晰。我 iPad 在妈妈包里。请用力后靠即可后躺。中午吗？哭过了，给人家看看，非要买前面那个沙发，非要买。哦，放脚那个种。舒服吗？你喜欢哪一个？好像躺椅比较舒服一点，躺椅啊。我喜欢坐这。你喜欢坐那个是吧？不是。你坐妈妈这个？对。嗯。又看中了一个小沙发了，小朋友的对吧？这个倒是蛮好的，蛮好的，蛮舒服的。我可以考虑给你买一个，买一个这种倒是可以。对啊，你夏天的时候啊，啊，哦，芋头喜欢这个。啊。都可以啊。啊，你自己喜欢哪一个？哎，这个蛮好的，芋头，这个是这样，这个呢？这是什么呀？不是，妈妈是开这个，这是那个宇宙飞船。对，你说了。UFO。不会呀。UFO。我想买这个。啊，他买了一个 UFO。这里面这个它可以打开的，然后可以放一些自己的东西啊，小东西啊之类的。啊，我们看到八爪鱼了，对，这个好看，你买这个呀。而且这个，哎，八爪鱼还便宜点，哎呀，好可爱。
对，放到沙发上面，回去吓吓他们，好吧？好，买章鱼。我要买这个。那你要哪一个？这个。想了半天还是要宇宙飞船。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走吧。啊 ，OK。Hello。小心啊，小心。我跟姐姐一人买了一包这个干花。哦，对啊，你看原味冰淇淋才10元嘞。好、啊，看看哪边买，哪边买。妈妈给你买哈、啊。飞宜家卡卡有，有啊、哦、哈，自助是吧？啊，那边那边，宝贝这边看到了，超大的冰淇淋哦，超值哦，10块钱。他最爱吃冰淇淋了。他这个是自助的，首先。先酒精消消毒，投入10块钱，好，开始。啊，出来，拿着，将冰淇淋放入中间，对，盛着，好，对，放妥后，按上方按，哦，动了，在动了是吧？在制作了，马上就出来了，就出来了。我以为会跳出来，吓死了！会尖叫。然后怎么拿？这样子呢？哎呦哎呦！好了，耶 ，ice cream， 啊啊，拿这样不要掉了哈。OK， 走。哇！啊，你也不怕冷？昨天吃冰淇淋，今天又吃冰淇淋，好吃？开心了啊！哎呀，哎呀，活泼的要命，高兴了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华泰名品城，啊，离这个 IKEA 好近哦，走一点点路就到了，对面就是了，芋头跑得超快呀。里面播放着古典音乐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现在快傍晚了，灯笼都挂起来了，还有这边，有过年的气氛哦。好，你站那边，我给你拍。雅琴姐很喜欢拍照。好 ，OK， 160。这是给小朋友的明信片，写完头有头帮你们寄出，国外也可以。明信片代笔，可以玩里面的篮球机跟飞碟球。你看我拿着这个，拿着，担心不要翻掉了。帮我带黄色框框，宝宝脚印就可以进场喽。好了，好进去，好进去吧。不掉，不掉。那你给我拿吧，给我拿吧。这个好难拿。给我，这给我代币，给我拿这个明信片。高兴了，高兴了。哦，我都有穿到吗？有啊，有穿穿。这什么 Snoopy 乐园？姐姐，要。这什么代币啊？是不是这个？这个。币呀。好像是那个。这边这边，给你。啊，是这个吗？投几个？投几个？投两个吗？哦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被芋头看到了，史努比乐园，欢迎进来玩。哎呦，小孩子看到游乐场就走不动路了。这边，还有姐姐跟我一起陪芋头。哎呀，姐姐跟我一起陪芋头。哎呀，我们两个一起进来。Hello， 耶！看芋头玩得很开心。今天因为我老公出差去了，啊，多亏了雅琴姐帮我一起带芋头。芋头很可爱呀，小帅哥。谢谢雅琴姐，很热心。芋头也很喜欢跟他玩。看雅琴姐跟芋头呀。玩得不亦乐乎，
好棒啊！芋头在那边自己一个人在玩。哦，晚上啊，晚上更漂亮了，夜景很漂亮，也很热闹啊，很多人。小家伙玩好了，我们出来了，今天玩得很开心，很满足，然后叫他出来，他很爽气的就出来了。他说回阿姨家，回阿姨家，回我们自己家。哎，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要准备回去了。那今天也谢谢雅琴姐的陪伴，出来一天了，快一整天了。哎，不要那个芋头在下面捣乱。我们现在准备要去买饮料喝了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吧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拜拜。下期再见，拜拜。